记者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我很高兴啊，能够再一次来到澳门，来到美丽的澳门。我对澳门并不陌生，在2000年6月份。 也就是澳门特区啊，成立不到半年的时候，我就来澳门访问过。之后也多次到澳门来。最近的一次呢是5年前，也就是澳门回归祖国。 15周年的时候，我来出席庆祝活动。现在是回归20周年了，我再一次来到澳门，感到非常高兴。今年10月，我们隆重的庆祝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，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，也是全国人民啊关心的又一件大事。在此。 我代表中央政府和祖国各族人民，向澳门同胞致以热烈的祝贺和美好的祝愿。澳门回归祖国20年。 取得的成就和进步，令人自豪。祖国人民、中央政府也都感自豪。认真的贯彻"一国两制"的方针，取得的。 经验和具有的特色，值得总结。澳门未来发展美好的蓝图，需要我们共同的去描绘。我在接下来的几天的行程里啊。 我愿意澳门各界人士就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多多交流。我就说这些，谢谢大家。